尝试各种方式都无法改变孩子的命运，因此事情发生之后，妻子抑郁沉寂，从幻觉到幻听，直线经常起昏迷。而我的治疗方式是进入病患潜意识，寻找错置矛盾的病源，将其销毁，或者是导正病源的重力。说疗程应到此结束，但病源却不断重复出现。然而直至上次，我发现了隐藏在衣柜中的机关以及因应病源的使用方式。
所想的，无非是我是谁，为什么出现在这里，但这些不是最重要的问题，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。最一开始，我无意识地在这个空无世界徘徊，时间久了足以让恒星生灭。但从我凝聚成意识，身躯也随之出现，进而获得超乎现实的知识。借由母亲的记忆碎片，我创造了这一切，好像只在一瞬间。在无限的空间及时间里，我成为全知全能的存在，如你所见，我可以解决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问题，饥荒、病毒、战争。然而，我只有一个弱点，那就是这个精神世界阻绝了我的意识，我无法触碰到现实世界，而一个活人的身躯，正是我出去的钥匙。生命消失，这个空间也将要终结。你的出现成就我的最后一块拼图，帮助我拯救这一切。都木已成舟，而我将迎来我